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85期，地球火种，这个是一个新的动画片。那目前，我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各位，我没有看啊，但是呢，有稍微看了一些预告的片段啊，打斗非常的流畅，各位可以看一下。那这一次在反斗城闲逛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反斗城的结账的贴纸，我就刚好看到这一款 Megatron，觉得它的人形啊，还有载具，尤其是载具，非常的帅气，有点吸引到我。那所以的话呢，我就把它带回家。那目前 Deluxe 等级的话呢，一共预定要出7个玩具。那目前只有推出前面4个，好，后面3个的话呢，可能要到之后吧。那他学了漫威的那一套啊，就是可以把所有的人物都出完之后，如果你全部都买，可以组成另外一个新的玩具。那我先讲一下，对了，这个一定要提一下，这个玩具是 Lux 等级啊！我原本以为这种动画片的这个玩具呢，应该是 Warrior Class，就是比 Deluxe 等级呢要再低一级而已。没有想到他真的直接这么大胆的用一个 Deluxe 等级给它放上去。照惯例，我们先喷一下，它的尺寸是严重的缩水的。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好了，在十几年前07年的时候的 Deluxe 等级是长这个样子，现在是长这个样子。我突然相信，古时候有人真的是双耳。对不对？垂肩，然后两手过膝，我开始相信古时候讲的事情都是真的了啊！你现在跟人家说以前的 Deluxe 等级长这个样子，恐怕还没几个人会相信。那以玩具本身来说的话呢，这一款的最大的毛病翻过来，各位已经看到了后面的一个空洞。那它的球关使用量也比较多，因为它毕竟是标榜是一个 Deluxe 等级啦，所以这个球关还用了这么多，而且在这么暴露的位置，确实实在是比较没有良心。但是他也真敢卖，他的塑胶真的就跟以前的 Warrior Class 差不多而已啊，完全没有 Deluxe 等级。你不要说跟07年的比好了，我们再拿一个近一点，就是第四集2014年的 Deluxe 等级，你都可以感觉有一个差距。那它的一个炮的部分，各位看到它是握在手上，你也可以把它插在侧边。但插在侧边的话呢，我觉得不是很好看啊。主要各位可以看一下，从这里扣下去，而且你看到它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白痕了啊。如果你硬嘟的话呢，这个我只能说我很抱歉，这样子对不对？最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报道，说常常说自己小兄弟很雄伟的人呢，通常都不是很哦，不是真的很雄伟啊，反而真正很雄伟的会经常说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大家。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炮的一个形象，好，比例来讲看着是很奇怪，而且呢，对不起，我如果整个把它嘟下去的话呢，我怕它会裂开，甚至于说你就算嘟到底的话呢，可能也还是会露一截在外面，好吧，那这个手炮也就这么回事了。它的话呢，另外一个毛病是它没有腰转啊，真的是以 Deluxe 等级来讲，应该是可动要很好啊，它没有腰转啊，让人觉得很恼怒啊。那这个地方很紧。这个地方这个球关非常的紧，那没有齿轮关节啊，这就不提了。头部可以动，然后它的胸口的派系，各位看到，不是我们熟悉的狂派。那好像在这一波动画片里头，Megatron 是正义的一方啊，并不是反派啊。后面这个裙甲呢，变形的时候会需要把它翻起来，脚前后左右踢啊，这个都是没有问题。虽然是球关，但是感觉都还偏紧啊，所以目前玩起来的感觉还算舒适，但是以后会怎么样就不说了。那现在的官方 Deluxe 等级都有一个脚的一个接地啊，这一点至少你守住了最后的节操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就来看一下它的变形过程好了。这一款呢，其实它的变形是非常的赞的哦，我是很推荐的啊，它的变形真的很好玩。第一个变形步骤是把它身体这样拉上去，把头给缩进去，再来把这个手臂给往上面提上来。那提上来的时候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中奖啊，这一代啊。我初拿到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一代好像被涂了快干的样子，它上面就是明显是有一层快干的胶水，导致于说我这两手要合并的时候呢，非常的痛苦。我有稍微用小刀呢，把它刮掉了一些啊，总算是让它呢，能够比较顺利的去合上去，但还是要用蛮大的力气，啊，把这个两手肩膀往上抬，这里扣上。再来怎么做呢？把手部这个门板手。它是一个飞机的一个侧边那个手，旋转过来之后，把这个手臂呢给打下来。这个呢是一个它是可以塞回去的，可以塞回去的。这里，我应该没有读错动吧啊？我明明估计那个洞就在那里啊。好，然后这个手臂的话呢转上去打过来到这边，
总而言之，就是把这一块部件给塞进去。好，这一手也是一样的啊，把手给打下来，转过来到这边，手臂转出去啊，到这里。好，这个把翅膀给塞进去啊，到这边为止，它的变形都是蛮有趣的。再来的话呢，这个裙甲的部分，把它转了一个角度之后，啊，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缺口，在里头有一个缺口，看到了吧？这个扣进去，这里一样利用这个球关把它给扣进去。再来就是怎么样呢？把这个脚啊，这里好收到这边。那这里记得把它往内推到底之后，这里一样有个缺口在这边，然后内侧有一个灰色的凸，我们到时候就把它给扣上去。那这里一定要记得这块部件啊，一定要整个拉到底，拉到最外面为止，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顺利的去扣进去啊。这边一样变形很简单啊，非常简单，但是我觉得好玩啊。这一款的变形我是可以赞美一下的，可以赞美一下。同时载具也很漂亮啊，好，都扣进去了。 OK， 这个部件都放下来。好，那如果是以这个形象来讲的话呢，我觉得它已经是蛮喜欢的了，我已经是很喜欢的，特别是我就是看着盒子后面它的这个载具有吸引到我。那它的武器呢也是挺棒的，武器可以完美的收纳在那个载具上面啊，把这两个解开之后，然后以这个形象把它给扣在这里。好，扣上去之后呢，我认为是超级的有加分，这样一来的话这个载具的形象就更漂亮更完美。那这个唯一能动的地方就这里下方啊，起落架有两个轮胎，前方比较可惜，前方没有起落架的一个造型。那人物的手在飞机的下方，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好看吧啊，就它这个塑胶虽然是玩具，但是我觉得都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啊，真的这一款的载具是有戳到我，也是让我决定把它买回家，给各位开新坑啊。就从这个 Megazord 开始，后面的话呢会陆续呢安排这个地球火种的玩具给各位做一个分享。那今天就进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